官设飞篮球赛，今天晚上第一场由虎峰对港华卫兵。上半场虎峰以43-23领先港华卫兵20分。虎峰球员平均说来比较年轻，动作也快速灵活。港华卫兵球员的年龄比较大，体力比例中场81-45胜了港华卫兵。第二场玉龙对太华黄魂，上半场玉龙以27-21领先太华6分。玉龙上场的都是王哲雄、王培富等几位老将，守得很稳，下半场一直领先20分左右，最后玉龙以61